主角。一家事业让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平凡。一家国际创造奇迹。All our dreams can come true if we have the courage to pursue them. 我相信这个是被上帝祝福的品牌。我可以，你们一定可以。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全力以赴，做到更好。从事一家国际，你将会成为别人心中的太阳。只要你相信，不离不弃，就创造了今天的一家。让我们在一家成就我们的梦想，让我们在一家拥有我们的平台。成功是不断的累积，只要曼妮在手，美丽与财富同时拥有。一家国际，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不是压力。我相信各位啊，明天我在这里，那你们明天也在这里。人生没有彩排，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，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。我感谢感恩每一天接受到美好的一切，谢谢。感谢所有的试验伙伴，朝着大家共同的目标双伙伴全力以赴坚持到底。感谢主，忘记背后，面向标杆直跑，超越巅峰，冲向皇冠之路。爱是不离不弃，爱是忍耐，爱是互相包容，选择大于努力，只有走出来的美丽，没有等出来的辉煌。再短的路不愿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，坚定信念，坚持不懈，伙伴们，我们一起冲皇冠，坚守自己的梦想，胜者为王，剩下来做皇冠，加油，一家家人们。 Stay focused and keep doing is the key word to success. 把握当下，全力以赴，坚持到底。感恩一家，一家我爱你。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，只要你想要，一定能做到。 Just do it, make it happen, realize your dream. 女人玫瑰所有一箱，只要你要，你就一定能。平常的星座，平凡的事就是不平凡。是雄鹰，固然可以飞越巅峰，哪怕是蜗牛，只要愿意付出努力，一步一步的也能爬上顶峰。感恩一家国际所有的人事物，造就了我们拥有一个更辉煌的人生。更重要的是，非常感恩郭主席，感恩有你创造了这个圆梦平台，爱的家园。做事不忘初衷，成功不忘故旧。腾腾腾，必胜必胜必胜！一家国际与爱同行，加油！人生一定要敢做敢梦敢不同，相信你就会看到，坚持你就会得到。保持梦想，保持简单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千言万语化成两个字，感恩。感恩我所有的伙伴们，我感谢一家国际给我一个好的品牌，让我创作奇迹。谢上帝让我们遇见这么好的平台，遇见这么好的一位老板。上帝祝福一家平台，上帝祝福郭主席。 God bless you。让我们在2015年朝着我们的目标，朝着我们的方向全力以赴，大力的去干。明年的今天，我们肩并肩的将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拿到最高的荣誉。那的成果就是印证，只要用3到6个月，你就可以把千万放口袋。在这羊年里面，我们今年要洋洋得意，带着我们的产品喷出美丽，喷出财富，喷出我们的精彩人生。We'll be right back.
相信，相信我们郭主席的一个承诺，他可以在国际市场带领我们飞跃。我们新加坡市场的前排所有的领袖，我也感恩你们。现在我们拥有了几万人的团队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你们的坚持，感恩你们的相信。我选择一家国际，这条路绝对是对的，是正确的。只要我们相信公司，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。一家国际让我像一个平凡的女人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改变了家族的命运。我相信选对平台会成就一生，选对环境会快乐一生，对吗？我们这次盛典既是对2014的工作做一个总结，同时也是吹响了2015年进攻的号角。在未来的道路上，无论是泥泞还是荆棘，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是狂风还是暴雨，都无法浇灭我们圆梦的激情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是艰难还是险阻，都无法动摇我们传播爱的福音，因为我们是一家的，我们是一群肩负使命和责任的一家人，成己成人，薪火相传，与爱同行，不离不弃，这是我们所有一家人的使命。帮助更多的伙伴实现梦想，这是我们全体一家人的责任。亲爱的伙伴们，亲爱的一家人，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牢记我们的使命，坚定我们的信念，勇担我们的责任，让我们心手相携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在辉煌的明天，一起飞得更高。我将飞